先非常非常感谢林博士来接受星球二号最新一期的采访，我们也非常荣幸今天请到了这个林博士啊，来为我们讲述一些他在蜜蜂行为学研究当中的一些建树，以及他对于环境变化、气候变化的一些理解。嗯，谢谢，我也很荣幸。因为您知道星球二号是一个立志于激发更多的高中生来刺激他们来进行环境保护措施的一个平台。嗯，所以今天请到您也是，尤其是注意到您对于蜜蜂行为学这块的建树和理解，肯定是会观察到一些环境气候变化对于蜜蜂的行为的影响。嗯，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您作为一名在蜜蜂行为学这个领域当中颇有建树的学者，您对于蜜蜂生态的兴趣是怎样开始的？我觉得有两点可以回答。首先呢，我出生于农村，从小就接触到很多关于昆虫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昆虫的世界太有趣了。小小的蜜蜂，它会在不同的花朵之间来采蜜、采粉等等。那么从这个时候，我就对这个昆虫，特别是蜜蜂，它的这种采集的行为，它的这种生态学上的意义，我就非常感兴趣，也非常然后呢，我就一直试图去往那个方向靠。所以我在我的研究生期间，我就选择这样的一个专业，我们当时的专业叫做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专业。对。然后呢，但是就是说当时研究的对象并不是这个昆虫。真正第二点呢，就是真正让我对这个蜜蜂研究真正的感兴趣，而且非常感觉到非常神奇的地方是在我博士期间，博士特别是去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期间，对，我真正接触了一年的关于蜜蜂的行为的这个研究。当时我很感兴趣两位老师，很感谢两位老师，一个是 Brian Smith 教授和一个我们国内的雷洪教授，他呢就把我领略到带到一个蜜蜂的行为的这种世界。他有各式各样的这种采集行为、学习行为，然后它的这个攻击行为等等，对，非常有趣。然后我在美国这一年，我学的最多的就是它的学习行为。它可以记住很多、学习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气味。然后呢，我们还深入的了解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神经机制。我们利用各种这样的一个电子里的记录，然后把它的这个神经元的这个信号给记录下来。哇哦！当他听到那个蜜蜂脑子里面的那个神经元发出的那个信号，哇！我太兴奋了，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所以，就是经过从小到后来自己的研究从事，我就逐渐对这个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对，谢谢您，您这个经历确实非常丰富。像您刚刚说到，就是您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有一段求学的经历，对。然后您在中国，中国的大学和中国的科研机构里面也有这种研究的这种经历。在您的这个想法中，这两个系统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我可以回答，我可以涉及到两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外或者是在美国，我感受到的是相对来说较为纯粹的研究。很多的研究会因为自己的兴趣去开展，对，这个就是为了研究而搞去做这个要回答一个问题而去努力的去研究它，去明白它。对，这是一个相对较为纯粹的一个这样。然后呢，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说创新性方面不一样。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在国外或者是美国，他或者说是西方国家，或者是他们很注重创新，当然我们也注重创新，但是这两个方面我觉得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发挥我们学生、我们的研究团体当中的一些创新性的这种创新性的这个要求。对，这个点就是说要突出我们在创新性方面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应该做一些这种有创意性、有创新性的、这个有创造性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一些尝试。对，就这样尝试啊。就是说，当然我不否认我们国内，我们也有很多优秀的团队、优秀的机构、优秀的学校，他们也做这样的，也非常有创新性。对，但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往进步空间。对，继续往前对走。对，好的，对，好的，对。
我们这个组织就是星球二号有很多会员目前都是现在在美国读书、嗯、很多人之后也想要成为一名研究课题的就是科研人员、嗯、作为一名经验以及知识积累丰富的老前辈，您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建议？首先呢，作为老前辈这个字我觉得我还不大可能谈到说可能 OK 我只是觉得在这个领域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一些工作而已，仅此而已。对，但在这个工作当中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有一定的经验的积累，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从事这样的一门这样的一个研究兴趣很关键。嗯，我一直对这个昆虫行为比较感兴趣，但是从我的研究生到我的博士，就是从刚开始跟行为无关慢慢接触到行为，到慢慢到现在我就聊就是说做蜜蜂的行为，这才是真正到进入到我喜欢的这种，就我还是追求我内心里面我喜欢做的研究来做。对，我就是说希望就是说大家一定要也要这样的根据这些目标一定要去不要放弃吧。对对对，要去找到自己喜欢做的这个工作，因为这样干起来你会很感兴趣也很开心。是的，对对对对。然后呢选定了一些你们想要做的研究的话，你就不要被别人的话语轻易否定了，就改变了你的初衷，改变了你的想法。别人说一句可能哦你这个没意义，哦你这个没用，嗯，你这个或者说你这个工作就是说你做不出来，你不可能达到，不要被别人的这种话语给轻易否定掉，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的这个初心。好的，对对对对。然后呢在这个做研究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就是说积极的寻求很好的合作团队平台，这也是很关键的。对，我们就是说不懂的地方我们可以继续就是说像海绵一样去吸纳优秀的东西。Thank you.